又能怎么样？月光连接了思量。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跟着音乐它的旋律，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很轻柔的，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澎湃的那种，那澎湃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这个在戏里徐凤在战场厮杀和打架的这种斗争的时候，那唯美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徐凤跟锦觅两个人在凤凰树下的那种依偎的那种感觉。那到后边其实整个歌曲结束了以后，到后边又陷入一个低潮的时候，可能又会想到两个人到最后好不容易然后终成眷属又在一起或者怎么样，所有的其实都是连带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很多这次做的歌曲都跟这个戏真的是好像都就在把这个戏重新再给你讲一遍，在音乐里。包括我刚才也那个撒老师也让我听了一首他唱的，也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主题曲。对，然后我也听完，就是更那个会更融合，那个是他把戏里所有的元素都写到这个歌里，比如忘川河啊，然后一首有什么鳞片，一首有这个凤凰的这个羽毛啊，对，所以把所有元素都写到歌里了。哎，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一首歌配一个戏，就是那么搭配的感觉。首先从这个录歌来讲，就是其实每一次录歌，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个挑战，对，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有很多这个学术上的问题还需要老师去纠正啊，去对，然后我也去改正。那这一次录《香蜜》的这首歌，然后三天跟老师也是一直亲自操刀吧，然后对，帮我们来录歌，然后帮我们调音啊，帮我们指导啊，反而会觉得录完了以后自己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又会唱了一点似的，对，然后整个在录的过程当中也比之前我刚听到 demo 的时候也会觉得这首歌更震撼更大气了，对，然后所以慢慢融进去了以后，在刚才录的过程中也脑子里也就是出现了当时我们在拍戏的那种情景，对，其实越来越觉得这首歌跟这个剧情还真的挺符合的。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香蜜沉沉烬如霜，首先它是以一个小说为基础。我刚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没底，因为我没拍过就是这类似题材的戏。我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展现出这个题材的一个魅力。更何况它有原著小说，小说其实也是给演员一个潜在的一个魅力，因为小说很棒，写得很好，然后在人们读文字的时候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会把徐凤和锦觅这几生在一起生死离别然后重逢这些东西会想到无限的大，会想到无限，而且每一个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想象的空间。哎，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演？就是我们到底要演你喜欢的，还是演他喜欢的，还是演谁喜欢的？怎么样才是你喜欢的？所以就诸多的问题其实刚开始会加在我的身上。那我觉得所以刚开始我自己其实也用了一个小方法，就是我没有去读小说，我先读的剧本，因为我不想让小说的东西把我的那个先入为主，对，不想先入为主，我先去读剧本，毕竟还是要拍剧本，不是要拍小说。所以我在读完一遍剧本了以后，我才去看的小说。那这样就会其实给我一个在戏上的一个帮助，就是我先把剧本看完了以后，小说会给我辅助增加的一些东西和元素，可能有一些剧本里没有提到的，小说可能会描述的更加唯美更加细节的东西，可能我会摘进来，然后觉得小说里有些不太在影视剧中比较实用的东西，那我可能就会把它减弱或者是拿掉。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所以这样一来了以后，在戏开拍了以后，其实反而融入的还挺快，对，再加上我跟杨子我们俩也比较熟，所以其实包括杨子也帮助了我很多，因为他之前可能拍过这样题材的戏，玄幻这种，
可能然后也给了我一些帮助和感觉，所以其实投入还挺快的。那小米其实整个的拍摄过程给我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最后还没杀青的时候，我当时自己我就跟杨子说，我说我们这个戏一定会特别特别好。然后到戏杀青到现在，包括音乐部分，包括我们现在来唱歌，哇，这个戏真的想不活动了。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任你醉，是思念。我站在舞台上，哎，我才知道，就是在现场唱有多难。然后在现场唱，就是唱歌难是一方面，也需要很丰富的表现力，就不是光坐在那儿把歌唱完就完事儿了，其实有很多需要表现的东西。那根据一首歌，根据这首歌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情感，所以就像其实有时候在录歌的时候一样，就是比如说一句歌词，在你光注重音准去把它唱出来的时候，其实会显得没有那么打动人心。但反而你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这种不专业的，就有的时候不太在乎音准的时候，把自己的情感全部投入进去的时候，哎，你反而觉得，哎，好像真的会比音准准了还感觉还好。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相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演员也好，不管是歌手也好，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相通的，每一方面都要去把它尽情的展现出来。我觉得人是需要拓展，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是从小喜欢唱歌，我也不知道我在公众面前唱歌唱给大家听的时候，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大家听到了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我觉得人就应该那不断去突破自己，挑战自己。所以我走上舞台，然后现场演唱，然后怎么然后你发现好像观众们还可以接受，那可能我就可能对于我自己又是一个拓展。那可能我去一些节目，然后用别的身份来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观众又觉得邓伦原来还可以这样，那可能我又把我自己拓展了一下。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能观众喜爱，是他们只看到他们可能观众可能会觉得原来邓伦这么多才多艺。那其实在我看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些每一个多才多艺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每一次的挑战然后而成的结果。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种成长的方式。其实我也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出专辑很多人都问过，我努力吧，等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出专辑了，我一定会去尝试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差得太远了。对，然后新的一年我觉得主要的任务还是拍戏吧。对，还是要踏踏实实拍戏，然后有更多的作品会带给大家。我也会努力去多出现在喜欢我的朋友的视野里，然后让大家能更多的看到我。然后总之就是一句话，我继续努力吧。